那我们就去干点情侣该干的事吧。这么快吗？这咋还不来？都等十分钟了。嘿，远川，我在这儿呢。来了，娇娇。嗯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嗯，刚刚我爸出门问东问西的，耽搁了几分钟。啊，没事，我也刚来。嗯，那我们去附近咖啡店坐坐吧。行，走去坐会儿，喝点东西。嗯。远川，我觉得你人很好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我哪有女朋友啊？那你要不要考虑我当你女朋友？那个娇娇，我还没想好处对象。你说我这现在经济收入也不高，然后我还没房没车的，这不纯纯耽误你吗？没事的，远川哥，我不在乎这些，我只喜欢你这个人。工作的话，我可以安排，车房我都有。如果你想努力，我就陪你一起；如果你累了想休息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出去接个电话。我靠，没接上啊！远川，我想了想，你给不了我足够的安全感，我们彻底分手吧。这叫啥事儿啊？又被分手，又被表白了，要不接受娇娇得了，反正也分手了，不算出轨。怎么样啊，远川哥，你就答应我吗？我想了想，娇娇，我也挺喜欢你的，从今天开始咱俩就是情侣了。那我们就去干点情侣该干的事吧。这么快吗？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，不敢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。如果这是最后的一眼，在你离开之前，能否让我把故事重现？